多少十点多可以的吗？好大的雨哦，好恐怖。有啊，我感觉落雨较好睏啊，因为落雨声。安尼哦。我阮遐落雨真吵，因为阮隔壁迄落。他有去厝啦，去厝。但是迄落迄天老板呐，安怎从后边安尼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有去厝片啊，真个。大袂停安尼。啊，真吵。地外迄个位爱用土啊，还是迄落去地爱去甲厝个遐，足济人安尼。安尼哦。嘿啦，无你遐叽叽喳喳。可能是我睏袂去毛关系啦，啊再加上睏袂去，再加上迄滴滴答答声，我更加睏袂去，后尾也落大雨，啊更加唔敢睏，哇好大的雨啊，好恐怖！所以昨下无睏好，你今毋是出来不会敢无要紧？嘛是嘛是加欠物件，因为迄楼迄落旧厝啊，在隔壁那。先了解一下那的那个声是安怎来的，安尼有无？爱龙店家都知影。不是啦，你爱了解是什么声？搞不好是你们家自己有什么声音呢？不是啦，天罗老板你有无？那罗号是唔用滴滴答答。你敢有顶？就是讲你的顶头楼是不是有铁厝地落来？你这是三四啊，是十来个？对，安尼。你要先找出原因。刚刚一二楼呢，啊，我住楼顶啊，啊，都无三楼啊。啊，隔壁厝顶的地恁家吗？是啊，隔壁，因为隔壁刚厝连做位的啦，连做位。哦哦。啊，连做位